我的背景呢？傻小，我的背景怎么了？看他不能让他自动调啊，他自动调的时候背景会炸裂。这样好一些。刚刚应该把 Right Light 改掉以后，背景开始炸。也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忘记开。操嘞，对面那么凶哦。有些全部都会飞进来，两只会飞进来。我干！哇！这是他小？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？干绿幕又炸了，好烦哦！每天都改绿幕。主要是每天的颜色都不太一样哦。每天颜色都不太一样啊，每天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这样嘞，这样吧，好一些。带明火，这么屌！干，我们 AD 带明火，我咋找？对啊，我们找 AD，EJ 明火 EJ， 太神了吧！太明了吧！没关系，我帮他带好雷神。对，我今天在那个不能说的地方开台，所以背景有雾霾，还不能乱讲有雾霾，都被关。他骑我家吧。好。对啊，骑我家。太雷了吧！他们还有闪现吗？H 没有 ，H 没有，有点多。还行吧，我都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养肥牛好不好？这波薛海，我要长大了。啊，你居然是买洪水哦！啊、我在想说，我不买药品呢、欸。买药品比较强吧，前期他妈超。不要，因为你前面其实很依赖药品、欸，你打完装够会超过血。感觉我已经变厉害了。哈哈，那葛雷夫打三下都打到小兵。哈哈哈。他的 gang 全部都打到小兵啊。
君が描いた未来の世界。每个被操飞。不是前面拿头吗？拿头没有回家。哎、欸，他有回家过，操飞，回家过来还被打，还被操飞，太废了。我留在这哦。没有出来撞我。我留在上半部。下路是不是过得不太顺遂啊？哟，我一定回家，我不发弹，我要干嘛、啊？所以是不是不太顺遂嘛？啊，我刚选个李信，操杯他们。哎、欸，法洛是没有焦招哎、欸，他刚被 gank。小心哦！哦，他把鸟鸟打掉，他还想跟你们打架子。你家 ID 冲上去跟人家打一套啊！哎，我以为他是格雷夫啊！放枪口感觉就要来，妈的，我还不在后面蹲。我学我，他们也有学我。啊，我被抖拉屎。抖一下、啊。这边有眼吗？看你这么凶。妈，我站在拼的上面，妈有个屁眼哦。我到这边啦。可能有。格雷夫在上路。看到。完蛋！完蛋！救！好，站到游击路。没有没有，我们 AD 喷了一个 ，AD 喷了一个治愈救了我。干废物！对不起，真的是废物哎！我等一下 AD 了，我要去弄兵。可以，我把血合起来。我有虚弱，他没有。重点照顾上路就对了。为什么法洛是打那个阿卡丽？阿卡丽第一次没准，不合理啊！我玩的法洛是对面是会损血的、欸。干干干干干干干！你要飞起来。打飞起来，他死了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去打，去打，去打！你有捡到吗？我太痛了！你太痛了！你可以不要这么痛吗？我觉得格雷不要来，还是危险。我有隐形。我会哪一套？我会闪现。好，来吧。还来还来还来，看他打谁，看他打谁。嗨，哈哈哈，哈，我们有两个闪现。那、我没有闪现啊，你才闪现我，你没有闪现，我没有交。我闪现刚刚杀人的时候交。我刚刚连大都扣着，大都扣着，你是没模仿吧？骗我，
靠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为什么为什么？哎，招路就被杀了，他怎么被杀的？他死在这边外面，传送吧。我就打不赢阿卡丽吧，反正在九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阿古德才刚死而已吗？僵尸流哦 ，TP 啊，我好点，我买五速鞋好，本来不想买，这样看起来我要救我队友。靠，501耶！我天啊！我们赢了，对不对？我对我观众说，伊泽瑞尔有19 AP。啊？我刚刚说伊泽瑞尔 AP 很高，不太科学。他有点那个另外那个点火，就是没有没有，我也有点，我只有7 AP 而已，你想骗我、啊？他买 VIP， 他 VIP 是不是？太逼了吧！下路两个不见，火爆火灾。哎，我 AD， 我 AD， 可怕的，可怕的，可怕的，我 AD 在挂网。九号等级怎么那么高啊？七等，傻笑啊！还好我也七等、啊，我六等，七了。你等级太低了，真的。哦，胆子！哇，响尾还没尾到，你想救他？我妈吃到一半，我根本不想过哎、欸。很累哎，妈的，一直要跑，我对我的妈一直在送。我作为就在送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助手。哎、欸，我要活下来，我要活下来，我要活下来！啊干！他交大吗？嗯。他怎么都灌在我脸上？湿湿的，干队友可以不要再送了吗？还行啊，这是训练你 carry 能力。干，已经每次都是队友在罩你。妈的，你才他妈队友在罩你干！你刚刚有没有 Q 出来啊？没有，没 Q 到。应该靠这，我能怎么办？给他走啊！他隐形也太久了，他隐形超久，抓不出来超反。有雷夫，好好死。抓不出来吗？代言拿不出来。嗯，现在拼都抓不到。阿葛，阿葛在送，阿葛在送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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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波我喜欢。这个人就是那种大家十八相送好人。快点快点，把他抓回来，抓回来！礼尚往来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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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波再一波！哎、欸，这个人在往下走，这个人在往下走，在往下走，我要去追他意思吗？不然呢、欸？他妈的，我去追吗？很可怕、欸！哎、欸，不在我这来。哎、欸，这个好特快、欸！哎、欸，那家伙怎么可以吃红啊？他怎么可以吃红啊？没奥特、哦，哎、欸，好爽、哦，我有助攻哎、欸！像你有助攻，到底他妈干你屁事啊？不要啊！你们走在路上，人家连你，人家连你那一条路都不是，都快把你杀了、啊。
长狗差距、啊。然后应该相信这个应该是一个真没在玩，玩的非常喜欢。靠背，把中路给杀了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真的。哎、欸，太浮夸了吧？他直接站着死哎、欸。我下路要一杀二，哎、欸，没有失败了。玩什么？我 AD 超级凶哎、欸，然后死了，然后满了。好痛啊！不对哦，大家得上我来哦，你送我一点，我送你一点，将友情才能长久。然后我觉得是那个法洛是好久太久没有用完。还是买第二颗啊？那法洛是要先出什么装啊？好疯狂啊！他怎么是先出 BF 啊？可是回家刚好1300。我觉得我这场要出黑切。我想我要出黑切还是出妖梦？我觉得我就要出黑切，不然我会被杀。我人都在下半刀。今天不戴眼镜，头发有点翘，我本来就卷毛啊。干，你不要再送了吗？上路，受不了哎、欸。不要道歉。你不要再送了吗？下路。没送哦，他就 A 罗硬上啊，他就死了、啊，我的魔白。比较死之类的。你手卡。葛炮没有回家，守个屁呀、啊！叫他妈你猜哦！我是一个虚弱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什么都不剩。但我刚刚没看到一直惹得到，不然我就会上。我要死！一波被打半条了。好累，我队友个个都妈宝，怎么打？你是大家的妈妈。哎、欸，那个，阿卡里过去了没有？知道，要看。再然后在这边。我靠！他是红眼都照不出来啊，这么猛、啊！跟贝一样啊。
嘘，不要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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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什么都没看到，恼羞哎。帅气，刚刚是帅气的二段跳，对对对对，被你们发现，被你们发现帅气的二段跳，干又被你们学到一招，你们真的是很贱哎，一直在偷学。刚刚那只怎么没出来？这么凶啊！操你妈的！赶快推到上路啊！不是不是，阿卡丽不见了。他不敢来挑战伟大的甲虫王子。没有没有，他们来挑战你。来挑战拯救伟大的甲虫王子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对，他被伟大的甲虫王子拍了一下，轻拍了一下肩膀，不太痛。痛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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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了。好感动，我们中路都已经妈过气。Holy fuck！ 你知道他是空大吗？我干了一个在动，我不猜他，猜上去。哦、啊。小水枪见面都给人家来一炮、欸，哎，吓死谁了？我们 ED 现在超级凶，他就是看到人就跳上去，然后往他脸上射一下，他就直直往前跳，非常残忍。AP 泽瑞尔，六六六六六六六。啊！他被人家直直往前跳了。干，他们都没有他妈一些自觉吗？那边有一股卡位。那边要。所以我要出西魔剑了。哎，这个我没听到。你中路可以保证自己的活命吗？我有虚弱啊，我可以活下来。所以不要换剑，应该是不会死。真的是真的不断的。好累啊！到处跑，他妈真的是很累啊！来讲讲我们秦兵贼鸡巴猛。他们是没有防坦克了，我们坦克有坦克后期应该要好一些。你确定他会变坦克吗？对啊，他在买坦克，发现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直接被秒杀。那阿嘎一跳过来就把他杀了，你知道吗？干他妈！现在可以再更浮夸一点。我有种他妈的不想赢不要赢的感觉，不如……啊，那个雷位。太冲了吧，对面他们是五个硬超哦，我死的位置你看一下。对啊，我说他们对太冲了吧。我要抓这个是什么？这他妈鬼还帮到你啊！
哇，真的他妈快被他杀掉了！没有没有，没读到，没读到。把我哥哥留下来啊 ！No。我在你旁边，我在你旁边。我会给他们很大压力。没有，我觉得法师给比较大。没有，我一直在给，我一直在给。刚刚我压力，压力指数表，压力指数表，正在上升中。没有啊，对啊，现在压力比较大。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，压力指数表太大太大太大，撤退撤退。免费龙，免费龙。没有，我队友还在凶，我队友还在凶。别再凶了，别再凶了。对。没有和气，太妙了！现在守得到，想不出新魔剑，感觉就比较好。继续出我的残暴，继续我的物理致命。爱之名，上路玩家选二三四该跳了吗？干二三四只有两种，你知道吗？很烂的跟很强的，你不如你赌一下他是不是很强的、啊。那拉力到过很可怕，快跳下去跳了。然后我们一直都应该在看 Facebook， 狮子在上，狮子在上。我们一直都有在看 Facebook。他每次都走到塔后，然后开始挂网。灰妹，灰妹子，灰妹子。他在问他男性友人该怎么支旁边这个正妹索纳。他们想干嘛？他们想干嘛？支你吧。白痴啊！直接被点掉，真的假的？他在后面看 Facebook 没？干太浮夸了吧！哎、欸，我看阿可，我看阿可，各位，来来来，啪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中塔中塔中塔！你超烂！我以为他死了。翻呐、啊！翻呐、啊！翻不翻啊？翻不翻？妈死都不翻哎、欸！没有了，刚那个吓吓他而已啊！误会他，我看到我，然后他会往前跑，就往前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再补，再补。哎、欸，他们这样是要送巴龙的意思、欸。好，我们吃巴龙。阿卡丽。哎，干你娘的伊泽瑞尔！啊。哦，这么刚好死两个在下，又不吃巴龙，很对不起自己。结果我们也两个去下，努力。难过的故事哦，难过了。这种就是，拜托不想赢不要赢，我们是可以都想。三颗头我还是塔的，干嘛有够尿？到底是傻小？打不超痛的，我觉得韩国有点法就对了，把 W 当成法洛斯的 Q 来玩。哇、哦，陨落！啊，这是干！哇！弯腰往旁边闪现，真的
来什么都不用。后鬼流浪也比较强，下场可以往开。就是传送过来的大，传送过来的大鸡巴。我有队友超狂的，我不知道队友在狂怎么着啊！再退，再退，再退！我直接说我没有人，希望你们愿意退。你不退，我也就人机。卡利把传送用掉了。主要是被雷哥加加葛雷哥吧。这一段有在买魔波吗？主要有没有看到？打不赢我。魔波被移除了啊？哎、欸，哦，找到找到，找很久。这葛雷夫，把这个雷哥根本打不赢我，被我拽个两下，他就跑。哎呦，你是快要16等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我高16等，我要拿他头了，解任务喽！这样我就可以升级我所有东西，解任务喽！我刚刚怕他，对他旁边还有一个阿卡丽，吓死了！阿卡丽只要出现我会死啊！我真的杀了他！阿卡丽在这边，我们吓得要死！我说他刚刚在下路啊！开始解任务，开始解任务。不打逼是？哎、欸，太送了、啊！他被冰箭射死，他被 arrow 射死、欸，他被冰箭射死。好像解任务啊！我快16等了，好死啊！哎，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哎，我杀他了，16等了。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那边有小坏坏啊！我杀他才16等啊，怎么办？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而且他骨牙还没叠满，我没有办法开任务啊！不用叠满啊，是你16等才开门。我16啦，没开啊，啊他没复活是不是？要不然就是其中一个，其中一个16等就开了。我记得卡利斯都，卡利斯不是触发的人，触发的人是对面。是吗？我就是卡利斯。是哦。刚刚我不开大杀雷哥，但我就讲了，我很怕阿卡丽，而且我也怕雷哥啊，我就很怕啊。这阿卡丽直接打也没有很。两边都要16，两边都要16。要过我啊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两边都要16，他15而已啊。我可以去让他16级啊，需要吗？不用了，不用。我怕你去了，他还没16级，怎么办？有可能，我才13级。等级这么低，奇怪、啊。你别看了，你别看了，别看，他看你。我打掉了，打掉了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你们只有两个人，而且是很废的。哪有废？你两个人。那我现在怕的是阿葛直接跳中路的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该怎么。你知道那个雷哥，哎、欸，你需要融入社会吗？我是他上攻的姿态，对，分推，加入我道，分推，再分推，干嘛？插死！
欸，不推了，这小家伙怎么推了一下都不推？欸，旁边是不是有点可怕？哦，我打标准超痛哎，我觉得打标要点高哎。你看我这么多坦克很有用，这版他妈坦克都很有用。一大堆人悬崖在做 OP 的角色，根本打不死坦克，干，群废物。他招闪，他招闪，他竟然还招闪！不走吗？不打吗？不打吗？为什么不打？啊！干我们那个毁了。好吧。不好，他有四个，还有 A 罗。我会躲，好吗？我会躲掉 A 罗。干干干！可是我，他不是十六等了吗？哦、我刚刚十六等了。他十六等啊，任务没开啊！往里靠，往里靠，往里靠，往里靠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在追你，还追你啊，还追我！快逃啊，快逃啊！还追我！哎、欸，大波怎么刚刚不出现？不对哦，我家这古玩没叠满、欸，任务没跳出来吗？没有啊，有跳出来你会看到啊。十六了，难不成十八？没有十六。哎、欸，他大学怎么自己这么快、啊？他大学自己怎么这么快啊？我刚从下楼走到上路，他大学又好了，傻小啊！我刚走回来、欸。哎、欸、哎，中路被杀！救！在救在救在救！哎、欸，他还在看我，他在我附近，他离我最近哎，他在上面吧？他在上面，他在上面，他在这边，他在这边，他在这边，他右上角。妈的，我不追他干！然后我从另外一边吓死他。没有，他在上面，他逃上去这边了。我你的毛哎、欸！可是我生命在太高。哎、欸，没嘛，他在下楼、欸！我靠！我靠！他怎么可以跑那么快啊？真的是 ，IG 怎么就这样子刷起来了？哎、欸，让我补个血，让我补个血，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哎呦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IG 有手套，大家。史特拉克手套。这个人问我干嘛？引 IG。哎、欸欸，我觉得是雷哥骨牙没叠满。不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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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又来了？他还叠两颗人头，超废！他又没杀到我过、啊。不是啊，你们那边划水，然后我这两三个人打天昏地暗。不然我们去吃好了，躺好好不好？我躺，我一直都躺得蛮好的、啊，干，自认躺得不错。我觉得对面发现了、欸，打嗨麦啊，打嗨麦、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伊泽瑞尔刚刚小白烂偷点了一下那个光，然后害我们被看到了。哇！我干！哇！真的是躺不太好了啦。哇 ！Number one fail AD。我。他刚点的水晶球好像被看到啊！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啊！你雷哥是死狼腿不痛啊？怎么开啊？我刚本来想要下去一玩 Q 玩，然后开啊！不开啊，是因为我根本没有。我根本没有普攻到啊！应该不会想上我吧？好快好快！大小，大小伊德瑞怎么在这边？哦哦哦 ！DJ 这么秀哦！哎，
这狮子超废，他到底什么时候填满阿古呀？有没有任务我很难过啊？啊，来啊！要不要查那个美版危机啊？干他妈，这到底怎么触发？我的任务，给我任务！哦，哈、欸，阿德怪被翻，这是哪个？阿德怪被翻，干超好笑。他们怎么那么派啊？他妈强，真他妈强迫我们都得跟哎。沙桥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有缓到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可能会有缓到？就算你缓到，他妈又能够做什么？他们来，他们来，他们先来。我们一起退，一起退。那个内奸徐威利啊，徐威利啊，他妈多久以前的东西讲出来？哎呦，我后悔讲，后悔讲，后悔讲，我后悔，后悔，看我后悔，看我后悔。太短，太短，我把我后悔讲一个很大的缺点，他妈短到靠背。我后悔讲，后悔讲，看我后悔。沙小兵还不错，不是吧？阿雷啊，阿雷你卖安尼啦嘞！阿雷我真的看。玩错，玩错，玩错。阿雷他妈真的很靠北欸，他妈玩到 E 跟 R 一起按下去，然后还有 R 进 CD， E 不能按。嗯啊啊啊啊！我那是有这个心机的，摇杆完全往前掰。好险我有重罚，你就从下口直接到下尾，哇笑，飞起来了，狙击，那是。你看我也是，我前面死那四次嘛，那是。就是跟你讲，前面先养肥，后面比较好打。